广州是个美食之都，探鱼来自广州。在烤鱼界有着一个传奇，它是全国人民最爱的烤鱼，它是文艺与气质的化身，它还是烤鱼界的一哥，它就是探鱼。18种口味烤鱼加原创单品，另有湄公鱼、清江鱼、海鲈鱼、草鱼、回鱼和因多辅菜，90种搭配，可不是说着玩玩，既震撼又浮夸，鲜香麻辣咸，味味俱全。嗜辣狂人和不辣星人能在这里找到真爱。酸汤鱼，口味酸甜，里面的萝卜也很爽口，鱼肉 Q 弹滑嫩。一统江湖，螃蟹加粉虾，鲜到不回家。羊肉包，不腥不膻，香醇不腻，汤鲜肉美，不饵不燥。鸳鸯烤鱼，一鱼两味，一条鱼吃到2种口味，一半辣一半不辣，也可以一半酸菜味一半蒜香味。鱼香肉丝烤鱼，招牌鱼香味烤鱼加上国民必点菜鱼香肉丝，这一次鱼香肉丝真的有鱼了。招牌是烤鱼，可绝不止烤鱼，红香酥软，一吮脱骨的骨汁凤爪，软糯可爱，香甜可口的玉米包，栩栩如生，外酥里嫩的天鹅酥，甜而不腻，爽滑难挡的香芋酥，是不是仅靠烧烤前菜就把你聊得欲罢不能了呢？探鱼还是一家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偏偏就是靠味道和内涵的店。店里的每个布置都是经过精心考量，就连小小的水杯上都印着卡通图案，看着这些卡通人物，顿时感觉情怀满满。这里的灯光、摆件、楼梯、桌椅，都将文艺和怀旧嵌在了里面，承载的全是儿时的回忆。无论你站在店内哪个角落，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艺气息。很多人都说，来探鱼，吃到的不仅仅是美味，更是情怀。